朋友们好，我们今天来到的是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。东山县，福建省漳州市辖县，位于福建省南部沿海，介于厦门与汕头两个经济特区之间，东临台湾海峡，与台湾岛隔海相望，南濒南海，靠近广东省潮汕地区，西隔诏安县，东北与漳浦县为邻，总面积248.34平方公里。截至2019年，东山县共辖七个镇。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，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，东山县常住人口为219511人。东山县历史底蕴深厚，是文学家黄道周的出生地，是戚继光抗倭扎寨的练兵地，是郑成功侍郎收复台湾的出征地，是古文昌精神的发祥地，拥有关帝文化、东山路桥、南岛语族等一批史前遗存和特色资源，有中国优秀旅游县之称。2020年，东山县生产总值完成247亿元。东山县的历史沿革，秦王嬴政33年214年平定百越，现南海郡，东山入其版图。西汉元鼎6年111年，南海郡至揭阳县，东山属揭阳县。东晋义熙9年413年，建义安郡绥安县，东山属之。隋开皇12年592年，绥安县并入泉州，至今福州、龙溪县，东山随属之。唐垂拱2年686年，建漳州怀恩县，东山改属之。唐开元29年741年，撤怀恩县，并入漳浦县，东山归属漳浦。明洪武20年1387年，东山至铜山守御千户所。明嘉靖9年1530年，建诏安县时，华东山之五都归之。清雍正13年1735年，铜山守御千户所辖境已归诏安县，东山结束两属历史。民国5年1916年5月1日，以东山岛及其周边诸小岛以上由诏安县西出，和古雷半岛由漳浦县西出，组建东山县，县治设于第一区，原铜山所城，今铜陵镇。1950年5月12日，东山县解放，成立东山县人民政府。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东山县的风景名胜。风洞石景区在东山岛，位于风景东南部区，是东海与南海交界处的一个孤岛，自城关东面的海滨，经明朝时修建的铜山城，向左登吊鳌台，便可一览有天下第一奇石之称的风洞石。古文昌纪念馆是经福建省委报请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兴建的，它位于东山岛赤山林场内，与古文昌陵园相邻，首期总投资400万元，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。馆内设有六大展示和音像室。2019年9月16日，古文昌纪念馆获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。东山战斗烈士陵园位于东山县城西部镇西边石部村石盘部小山丘，距县城中心约2公里，国家级东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范围内，是为纪念1953年发生在东山的保卫战斗中壮烈牺牲的烈士而兴建的。东门屿位于东山岛铜陵镇东北，距风洞石景区800米的海面上，就如一座巨大的天然山水盆景，静卧于碧海绿波之中。东门屿因状若一头雄狮，雄踞于东山湾海口，民初称为狮屿。明洪武20年1387年，建铜山守御千户所城，因处于城的东门外海中，改称东门屿。明嘉靖5年1526年，巡海盗蔡朝视察铜山海防，于东门屿主峰建造文峰塔，后来人们又称之为塔屿。马銮湾景区位于东山岛东南部，是东山开发最早的景区。马銮湾湾长2000多米，纵深150米，水深2到3米，湾内风浪小，海底平坦，沙滩宽约60米，背靠青翠茂密的林带。东山岛古称铜山，铜山古城即位于东山岛东北部铜陵镇，距漳州市区157公里，是福建省著名的风景名胜区之一，始建于明洪武20年1387年。苏峰山，苏峰山古名东山穿林山，因其峰呈尖形，俗称苏尖山，是东山岛的主要山峰，也是闽南名山。苏峰山巍然屹立在东山岛东南部，海拔274米，为东山岛最高峰。最后来介绍东义下山县的特产美食，东山芦笋。东山芦笋嫩茎雪白，粗细均匀，笋尖圆形，鳞片紧凑。手抓面，东山县手抓面俗称豆干面粉或五香面粉，由面料、配料、佐料三部分合成。面料采用碱面条煮熟，趁热在竹筛上铺制成手掌大的圆形的薄片，称面粉。当归压面线，东山县当归压面线面线剪断，干锅烧热后放入黑麻油、煎黄姜片，
再加入鸭肉炒香，将炒香的鸭肉、酒、汤头、冰糖与包入不包的药材盛入陶锅中，用小火炖煮约一时。炖烫过的白面线加入当归鸭汤中，即成当归鸭面线。碱粽、烧肉粽精工巧做，糯米必选上乘，猪肉则三层块头，鲜卤得又香又烂。再加上香菇、虾米、莲子及卤肉汤、白糖等，吃时蘸条蒜泥、芥辣、红辣酱、萝卜酸等多样佐料。您对东山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